迎收看《公视论坛》，我是杨照。前天在佛光山的时候，李总统突然宣布说，从明年开始，农历四月八号要定为佛诞纪念日，而且还要放假。不过，当然这放假放的比较奇怪一点，他是跟着母亲节一起放假。到底一个佛教的纪念日来作为国定的放假纪念日，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这对于信徒又有些什么样心理上面的一些影响呢？更进一步，我们要来谈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宗教跟政治在台湾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它应有的定位可能又怎么样呢？我们邀请到三位来宾跟大家来共同关心这个题目。第一位来宾呢是这个台湾宗教学会的理事江灿腾，江先生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灿腾。第二位呢是世昭会法师，是佛诞放假促进会的发言人。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呢是真理大学的教授林本炫林教授，林教授您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想在我请教三位来宾他们对这件事情看法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样的万头钻动，一样的专注神情，但这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合。政治活动主导了人民的外在生活环境，而宗教活动则疏导了内在的心灵层次。由于各宗教信徒众多，政治人物或许希望借由宗教组织增加其群众基础，而不同的宗教间或许也希望透过政治人物的背书扩大其影响力。日前在高雄佛光山为星云法师祝寿的现场，李登辉总统就宣布将农历四月八日的佛诞日定为国定纪念日。登辉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各位来做一个报告。立法院已经呢通过奠定每年的母亲节日子，同时是国诞节。这项推动了多年的活动在这个时间这个场合公布，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内政部展现了罕见的效率，马上表示要修正纪念日暨节日实施办法，让佛诞日能成为正式的纪念日。宗教选票之间的关系迷离变幻，在选举前夕很难摆脱政治上的联想。要让佛诞日成为一个国定纪念日，其实这个佛教徒呢关心非常多年。我们刚刚在 VCR 里面也看到，也提到了它是一个其实推动了多年的一个活动。当然，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呢，就是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世昭会法师哈。那法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看到这样一个结果，您自己的初步的感觉是感想是什么？我想昨天这个赵少刚先访问我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当时在推动的时候，他问我，这个可能成功吗？我竟然告诉他说一定会成功。他说他当时并不相信，对不对？对，他所以他很惊讶，问我为什么会看准这个事情哈。我想当然我也知道，在民主社会里面，政治的运作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并不会很喜欢去做一些政治运作。那除非那是一个跟众生的忧苦相关的议题，我可能会透过一些政治的这个政策诉求。不过有很多人认为说要让佛诞日成为纪念日，甚至要求佛诞日放假，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动作。对，所以我现在进一步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在这个议题上从今年初开始。50年的风风雨雨，走过了50个寒暑春秋，在喜迎共和国50华诞之际，我们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未来3天全国的天气情况。首先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新疆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大部、东北大部、黄淮、江淮汉水流域、四川大部和青藏高原东部呢，将会有小雨，其中华北南部汉水流域和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另外，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北京地区下起了小雨，预计明天早晨北京的这场降雨将有望停止。再来看一下明天晚上到后天，新疆北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黄淮、江淮汉水流域、江南北部、四川、重庆、云南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呢，将有小到中雨，其中黄淮和江淮的部分地区有大雨。2号晚上到3号，国内的降雨范围将逐渐缩小，只有青藏高原东部、四川盆地、云南、华南西部沿海和东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
好，下面请您收看国内十个城市三天的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小雨，3到13度；长春小雨，6到14度；沈阳小雨，7到16度；天津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6到15度；乌鲁木齐多云，6到16度；银川多云，9到20度；西宁多云，6到20度；兰州多云，13。发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台湾原生带。我们这段台湾原生带的原乡人物为您专访到花莲县秀林乡，非常非常远，崇德国小的杨明威老师。杨老师你好。你好，好久好久不见。最近在干嘛？最近除了教书之外，就是在当然有教书拍摄，拍摄原住民的纪录片嘛。纪录片哦，对，丰功伟业。来，杨老师拍了很多纪录片哦，其中有蛮多蛮多得到国际大奖。国际的意思是台北啊，或是台中、高雄这样子的大奖。比如说《流浪者之歌》，荣获1996年，就是去年台北的一个电影奖，就是非剧情类。然后还有《山林的悲歌》，还有花莲太鲁阁族制刀的记录，有非常多的作品，大家都看得到。那我说怎么那么巧，去拍这个纪录片？上课的时候很多空闲的时间吗？我都是利用下班的或者是寒暑假的时候，对哦，尽量找时间哈出去拍片。那我拍摄，我之所以要去拍摄这个纪录片，最主要的动机是想要用我们自己原住民的观点来去说我们自己的事情。对呀，因为常常很多在媒体上或者在报纸上都会看到很多记者或者是那些人讲的话呢，可是都教授对，然后都不是我们想的那些东西。对啊，他们到我们部落里面去拍东西，回来之后到台北来，这样子剪出来以后呢，东西呢跟我们就是说，等到呈现在电视上的时候呢，是已经离很远了。离很远了。对，而且干脆，所以干脆就是，这是我最大的动机，说希望能够自己来做，也希望能够做得到，说帮我们替我们族人说话，也能够替我们原住民目前的困境有多少，有在哪里。有伴我红心，今晚9:30，明珠台。新电视翡翠台，今天是12月4日星期六，天文台预测今天会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概是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天仍然是多云的。莫德宇，在西雅图举行的世贸会议就结束了。是啊，开到今早10点就会开完的了。但是在会议期间仍然有示威者偷偷走入会场示威的。是啊，葉啟忠，紐約股市接近歷史高位。沒錯，紐約股市昨晚升了接近250點，升幅是 2.2%， 主要因為美國的就業數據顯示通貨膨脹仍然溫和。美國上個月的非農業就業職位增加了234,000個，多過市場預期，失業率就維持在4.1%不變。工人每小時收入就報$13.41，增幅是0.1%，升幅小過市場預期。紐約股市受到刺激而全面上升，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最多係升過302點，收市就升咗247點，以點數嚟計算係歷嚟第八大升幅。Nasdaq 綜合指數係再創新高，升咗67點，升幅係接近2%。美國就業數據顯示，通貨膨脹仍然溫和，債券價格受到支持嘅。30年國庫券嘅息率跌到係6.26厘，比前晚係跌咗0.06厘。不過路透社調查結果顯示，美國大多數嘅交易商都認為聯邦儲備局出年第一季會加息1/4厘。美國利寶集團大股東沙法拉被殺，利寶銀行發表聲明，表示匯豐控股收購條款係不變嘅，仍然希望收購喺年底前完成。摩洛哥警方話，兩個持刀者闖入沙法拉嘅寓所之後放火，沙法拉被濃煙焗死。匯豐控股發表聲明，對事件表示震驚。匯豐股價喺倫敦一度係跌到落去每股100元，收市回升到105.5，比本港收市係升多1.5元。倫敦股市係創新高，仍然受到電信股份支持。紐約股市早段上升亦都係利好因素。金融時報100指數收市升88點，係報6742點。倫敦港股上升，恒生倫敦參考指數比本港收市升多78點，係報15918點。美元匯價偏軟，早段係跟隨紐約股市上升，不過週末前有沽盤。紐約收市，歐元對美元係報1.0025，升咗0.11美仙。美元對日元就報102.74，係跌咗0.09。金價跌到落10個星期以嚟嘅低位。英倫銀行今個星期沽金以嚟，市場仍然睇淡金價。紐約現貨金收市係跌到落全日最低位嘅，係報每安士280美元，係跌咗4.7美元。最後一日的世貿會議，仍然有示威者偷入會場抗議，各國代表就對新一輪全球貿易談判未有共識。九龍和新界有兩間食店同一個地盤懷疑被人放火，有50個居民要疏散。各位早晨，詳細的新聞內容，在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在本港時間早上10時就會結束，各國代表仍然未能就新一輪全球貿易談判議程達成共識。由於會議即將閉幕，會場外又再次聚集了幾千個反世貿的示威者，在會議期間亦都一度有人闖入會場抗議。由李敏廉報導。在世貿會議的中途，幾個示威者突然拉起橫額大叫口號。
witam Państwa serdecznie w ogólnopolskim Dniu Trzeźwości. Obchodzimy go już po raz siódmy od czasu, kiedy w 1993 roku w naszym maratonie trzeźwości zaproponowałam, ażeby poniedziałek Wielkiego Tygodnia zrobić dniem nie tyle bez alkoholu, co dniem refleksji nad rolą alkoholu w naszym życiu osobistym i społecznym, publicznym. Liczyłam wtedy tylko na kluby abstynenckie, które zresztą nie zawiodły, ale dzisiaj muszę powiedzieć, że mam ogromną satysfakcję, ponieważ właśnie już włączyły się rozmaite instytucje, organizacje te pozatrzeźwościowe, jak gdyby szkoły, a nawet całe społeczności lokalne, czego przykładem był dzisiaj Pruszków w naszym programie. O godzinie 16:40 pokazywaliśmy naradę przedstawicieli najrozmaitszych instytucji pruszkowskich, które myślały o tym, jak ten dzień powinien wyglądać w mieście, które szczególnie w mediach ma najgorszą sławę z możliwych. A dzisiaj gościem moim jest pan Władysław Figurski, jak mówię, człowiek instytucja w Pruszkowie, pełnomocnik prezydenta miasta do spraw rozwiązywania problemów alkoholowych i profilaktyki, koordynator tych wszystkich działań, i pan przyjechał do nas prościutko, jak powiedzieliśmy już, z Pruszkowa i powie nam, czy te zamierzenia udało się zrealizować, chociaż częściowo. Tak, proszę panią, udało się. Jestem i jesteśmy z przyjaciółmi bardzo z tego zadowoleni i dumni, bo ponad to, co uwidocznione było w programie, to jeszcze było wiele niespodzianek, wiele osób i wiele właśnie instytucji przyłączyło się do tego programu. Był spektakl przez Teatr Zwierciadło pod tytułem Piąte Przykazanie, zrealizowany z Łodzi. Był konkurs plastyczny dla dzieci i młodzieży, połączony z wręczeniem nagród, był koncert dla dzieci, były dni otwarte klubu. У вечірньому випуску ТСН у сутичці між православними Московського та Київського патріархатів у Маріуполі постраждав патріарх Філарет. Сьогодні припинив діяти мандат місії ОБСЄ в Україні. Йогославія дозволить розмістити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невійськовий контингент, якщо на це погодиться Рада безпеки ООН. Добрий вечір. Телевізійна служба новин студії 1 плюс 1 підсумовує головні події п'ятниці 30 квітня. Про інший інцидент. Сьогодні в день автомобіль Toyota, в якому їхав голова Тернопільської обладміністрації Василь Вовк, зіткнувся із Мерседесом, що виїхав на зустрічну смугу траси Тернопіль-Кременець. В автокатастрофі водій Мерседеса загинув, а тернопільський губернатор і його помічник з тяжкими травмами потрапили до лікарні. Автомобіль «Opel Monterey», що належить Тернопільській облдержадміністрації і в якому, крім водія, їхав голова адміністрації Василь Вовк, зіткнувся з приватним «Мерседес-Бенцом». «Мерседес» належить, чи то пак належав, поза як з нього залишилася лише купа металобрухту. Я Цей Цифен. Сьогодні «华视新闻杂志»的节目现场又从陆地上搭到海上. Ми тіжан登上 中华民国海军 康定级飞弹巡防舰 康定号上. 您知道吗？在康定号上，实际担任飞弹、弹药、电子作战任务的，竟然是女性。在以往，女性作战军官要登上舰艇，尤其是要担任作战任务的，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国军从民国83年开始招生，经过了千挑万选，严格栽培出来国内第一批18位的女性作战军官，现在已经开始在中华民国海军各型舰艇上担任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了。他们在外表上看起来像是温柔女子，但事实上个个身手不凡，胆大心细。那当然，今天节目呢，到。王淑清，海军拉法叶级巡防舰康定号少尉电子作战官。廖佳瑜，康定号少尉枪炮官。李艳美，海军成功级巡防舰济光号少尉通信官。张小军，济光号少尉电战官。叶淑珍，海军诺克斯级巡防舰淮阳号少尉电战官。
一位，对，偏右十嘛。他们是中华民国海军第一批担任海上作战任务的女性作战军官。去年毕业的海军官校87年班出现了海关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女生。这批接受了严格的海军军官养成教育，通过了严格的海上航行训练，最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女生，目前已经派往海军各型作战舰艇服役，并担任包括枪炮官、电战官、飞弹官和通信官在内的各种作战任务。23岁的廖家瑜是云林人，去年11月刚从海军官校毕业，由于成绩优异，上个月初就如愿派往海军最先进的拉法叶级巡防舰康定号上担任枪炮官，负责舰上火炮弹药武器系统的管制工作。法国制造的拉法叶级飞弹巡防舰是我国海军跨世纪的海上主战兵力，也是世界上少数针对21世纪海上战斗需求所设计的巡防舰。它具有先进的逆踪设计，除了舰身外表采用可以降低雷达反射的涂料之外，저는 뜨지 않습니다. 달릴수록 땅과 하나가 된다. 크레도스 2. 실시! 나 실시한다! 짜장면 실시장점! 아니, 짬뽕! 짬뽕! 전파의 힘이 강하다. 파워 디지털. 그리 찾아가야 된다. 김대중 대통령은 우리 산업의 구조조정을 앞당기고 외자 유치를 가속화하기 위해 국가기관 산업의 매각을 추진하라고 지시했습니다. 매각 검토 대상이 오른 한국전력과 포항제철 등 주요 공기업, 정부는 매각 계획을 구체화하고 있습니다. 정부는 북한 측이 제의한 남북 차관급 회담을 수락한다고 통보했습니다. 또 회담 장소를 판문점 등 한반도 안에서 하자고 수정 제의했습니다. 비료 지원 방법 함께 알아봅니다. 임금 수준이 건국 이래 처음으로 내려갔습니다. 마이너스 0.7%를 기록한 올해 각 기업별 노사간 임금 협약 인상률, 실업자 생계 안정을 위한 예산이 내일 집행됩니다. 전국의 토지거래 허가구역이 20일부터 전면 해제됩니다. 부동산 경기 활성화를 위한 정책, 그린벨트 등 현행 개발 제한 구역도 환경영향평가를 거쳐 재조정될 전망입니다. 언제 어디서나 한국인은 애니콜, 애니콜이 9시를 알려드립니다. 欢迎收看夜间新闻详细的内容。沙田马场赛马发生严重意外，先后有三位骑师堕马，其中女健习骑师简慧如重伤不治，但马会没有在连串意外发生之后即时终止赛事。周翠山报道。简慧如送到医院抢救两个几钟头之后，在下午5点几钟证实不治，遗体家人的护送之下送去殓房。他的家人夜晚去到沙田马场路祭，简慧如是在第三场的赛事之中出事，他拆骑的汉庭之宝在起步没多久一直贴住内栏，跑到对面直路临转爆炸弯的时候只马失蹄，简慧如在堕马之后被后面的马匹踢倒，当场昏迷。马会事后发表声明说，对于今次的意外表示哀悼，并且慰问简慧如的家人。声明之中又称赞简慧如是杰出的运动员，会永远怀念他。而马会就会调查骑师堕马的原因。在简慧如出事之后，再有两场赛事发生意外，第五场外籍骑师金士芬拆骑的欢乐组合跑到最后直路的时候失蹄，金士芬跌了下来，幸好后面只马刚刚好避开，金士芬并没有受伤。到了第七场，冼毅力拆骑的胜出亦都在差不多同一位置发生意外，冼毅力并没有受伤。虽然先后有三个骑师堕马，但马会并没有即时取消赛事，直至到知道简慧如死讯之后才取消最后一场赛事。亚洲电视记者周翠珊报道。
簡偉瑜出道年半已經贏了16場冠軍。Kako objavljuje francuski Parisier, avion se srušio u blizini mesta Teočak u Bosni. Na snimcima koje upravo gledate vidi se kako američki vojnik čuva olupinu. Prema francuskim izvorima, avion je oboren u noći između subote i nedelja, o čemu smo vas već izvestili. Samo što nismo imali potvrdu o kom tipu aviona je reč. U tekstu se dalje kaže da su snage srpske protivvazdušne odbrane pogodile avion koji je pokušao da sleti na aerodrom u Tuzli, gde se, kao što snimci dokazuju, nije stigao. Naša protivvazdušna odbrana svakodnevno nanosi velike gubitke zlikovačkoj neprijateljskoj avijaciji. Pored američkog ponosa aviona F-117, u pepelu su se našli i mnogi drugi zlikovački avioni. Samo tokom jučerašnjeg dana i noći naše kamere uspele su da zabeleže neke od zlikovačkih letelica koje nikada više neće poleteti i neće sejati smrt. Sinoć iznad Podgorice naša protivvazdušna odbrana oborila je jedan neprijateljski avion. Na Palama, tokom jučerašnjeg dana, rasuli su se delovi jednog neprijateljskog aviona pogođenog u Jugoslaviji, koji više nikome neće naneti zlo. Čuo sam veliki udar, srušio se sigurno. F-51已经展现它的战斗活力，来自空中的一个火力支援，包括了发射2000 F-16以及 F-51进行对地面目标进行一个攻击，揭开了今天整个加强步兵营实弹射击演习的序幕。 目前包括在保利山的3号跟5号的目标区呢，已经是命中目标，展现来自空军的空中火力支援，提供了国防营加强步兵营的第一期的一个地面的火力。 在未来呢，包含二代战机是在高空是由幻象2000，而中空域是由 F。